欢迎来到曼谷。来到曼谷呢，已经不只是哪里好好玩，而是一年来几次都玩不完。而且现在呢，曼谷除了经典的泰式风情以外呢，更多了一点文化以及清新的感觉。这次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不一样的曼谷吧。现在我带大家来到的是我觉得在曼谷最漂亮的商场之一 Central Embassy， 在它顶楼呢藏着这个非常热门的文青景点，就是 Open House， 这被称为是泰国版的鸟屋书局。在这个超高挑的时尚空间里面，看一本好书，喝个咖啡，我的曼谷很有气质吧。Let's go。Starbucks 夜市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夜市，它不只是期间限定，还是地区限定，每次来不止地点不一样，连店家都不一样。来到曼谷的夜晚就应该在美好的夜市里度过。